其实就设定想要破纪录这么远，然后设定目标本来是20，然后没有达到，有点遗憾，因为以为已经破20米了，因为然后就出来成绩是19.85，然后差一点点没有破。今天是比前两天还好，前两天就是状况一直下降，就是都推不到球，然后一直就差不多17、18米而已，状况不是很好。第一次国际赛比较紧张，比赛亢奋吧，各选手吧，都实力都很坚强，就是你会注意他们的成绩啦，就是看他们没有掉出来就放松了，放松很多，就上去场上就专注在自己那个运动上，相信自己，觉得自己可以，然后要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。